啊，兄弟们，好期待，好紧张啊！随便点击一下就是个无级别了，七大全用国标，行囊里来了，就是国标吧？这把武器561除以3加483，670，13段宝石，16段宝石133.33，803。这把武器就是一个15万加啊，这不用想啊，颜值高，藏宝阁没有，15万都搜不到的，真的枪太少了。来看一下老板的150无级别啊，150无级别，仙族能用的男性的武器，首先有扇、有锤、有枪、有弓箭、有法杖，男仙族还能用的武器也就这些了吧啊，150的无级别。咱们老板是年内的啊，看一下，先看年内，年内一个都没有。好，年外最便宜的话是一个超级国标啊，17万1，这把是枪，这把是失败一次，17万6，14段宝石，啊，这把武器跟咱们造型差不多啊，这把武器是枪，19万7，法杖的造型大家看到没？特别特别的少啊。这有个体耐双加的话，20万4900，这是弓箭啊，法杖特别的少，法杖最便宜的话都是34万6了，特别特别的少啊。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啊，15万加的话，年内应该还不止啊，年内一个都没有。啊、恭喜老板，啊、恭喜老板，巨剑，万一出专用的话，取消可以几率累积到下一把。120我们不要简易，388。427 388 388，我靠，不是吧，120级505是上限伤害，上限伤害的永不磨损，上限伤害，上限伤害，388国标，505是最极限的，他达到了505最极限的，然后这个的话120级最极限伤害的永不磨损啊，不磨还加磨，这把武器鬼潇潇能用，仅魔族用，只有魔王能用，五开有魔王吗？兄弟们，这个只有魔族的魔王和女麻木能用，不知道五开有没有，因为咱们120级面对象的对象主要是五开，每一次铁锤的声音都铿锵有力，砸在王毅的胸口，王毅你给我去死吧。好了兄弟们，再出一把不魔，但是这把不魔是国标，388国标，427 388 388 414 442 388，今天出了一个505的不魔专用，再来再点两把专用，别松懈，可能再出专用无级别，不用升级，直接带。这把武器跟上把武器不同的在于种族队了啊，这把武器棒子直接仙族能带，438力耐双加，403 388 388 407 388 388 407 427，最后一个，我靠，老板你有五开的梦想吗？啊，这个号直接可以升级啊，这把武器是不掉耐久的啊，非常的舒服啊，非常的舒服。427的伤害比国标388啊爆了点伤害，命中还爆了，还加了点耐啊，这个专用可以。来了，继续。哦，还有一阵铁梯，来直接点起。我操，双鞋，不是温暖，这是什么？粉墙吧。等一下啊，哎，不知道，还没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双气血，来，就它了啊，走。完美。没事，返钱了，居然返钱了，没事，返钱了，温暖亏钱就行，温暖亏钱就行，无所谓啊。那个我错了，这不是我的锅，凤雏的锅。目的不是赚网易的钱，是赚温暖。反应啊，今天这是吧？这也是一个亿，兄弟们，这也是一个亿啊。前两天刚出一个，又出一个亿，我操你奶奶，他妈的三抗风，不是三抗风暴，乐哥也来了。